说海鲜有无数种，我最爱吃北极虾，我一顿能造一盆，都不带喘气儿的。你看咱这实力哈，你家那盆搁我这儿吧，就属于碟子。你叫号呢是不？你这么的，明天晚上你买点，咱俩比试一下啊。比啥呀？比比看，就是谁会扒虾呀？你可真是，那肯定算你赢，对吧？跟你这没文化的呀，就真容易把嗑唠死了。是你有文化。那当然了，我这么的，我考你个小问题，为什么大家买到的北极虾都是熟的？因为生的不能吃。行了，我不想和你说话，你自个儿看吧。下面我们看看这种100%纯野生的虾是如何从北极。采取的手段，我觉得还是直接冻上好，新鲜呢。不是你咋没看明白呢？我给你科普一下啊，就是煮熟处理，除了锁住这个鲜度，还可以防止二次污染。你如果说带壳冷冻的话，那化冻之后吧，它就会失去海鲜本身的那个特有的味道，你整不好很容易变质，而且那个虾它容易出现这个黑头啊或者掉头的现象。这回明白了吧？我跟你说，大杨，就搁这一身知识，你且得好好学呢。我一定好好跟你学习学习怎么扒虾。上一边拉去，怎么说话呢？这家伙还急眼了。